真正爱你的女人微信上不会给你发这四句话。一个深爱你的女人会把你放在心上，也会照顾你，体贴你，一直在你的身后陪伴着你，而且她是很尊重你的，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会考虑你的感受，并且不会伤害你，也不会做扎你心的事情，更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情。她会好好珍惜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天，也会把你放在最重要的位置。真正爱你的女人微信上不会给你发这四句话。一，有完没完。真正爱你的女人是很愿意和你聊天的，所以即使你说的再多，她也会觉得一直和你聊着，因为她觉得你在乎她，你心里有她，所以她才愿意把时间花在你身上。一个愿意在她身上花费时间和关心她的男人一定是特别的爱她，所以她不会对你说你有完没完，因为她喜欢听你说话，更喜欢和你聊着天。二，有事快说。真正爱你的女人，她的心里会装满了你，所以当你吞吞吐吐有事情说不出口的时候，她会很关心地问你怎么了。当你在工作上遇到压力的时候，她会给你发消息鼓励着你，安慰着你。她从来都是温柔地对你，从不会发消息对你说有事快说，她对你是很有耐心的，也会无时无刻关心着你，你真的特别重要。三，烦死人了。真正爱你的女人从不会觉得你烦，也不会看不上你，在她的心里你的形象特别好，而且还会当着别人的面夸你，因为她爱你，你就是她心中的男神，崇拜的对象，即使她心情不好也不会拿你撒气，所以她从来不会发消息对你说烦死人了，她真的很爱你，从来都没有烦过你，更没有想过离开你。四，懒得理你。真正爱你的女人是特别喜欢黏着你的，只要一有时间就想着和你聊天，时常还会对着屏幕傻笑，因为和你聊天真的特别开心，也特别幸福。她一直都是主动理你，从来没有不理你的时候，所以她不会发消息对你说懒得理你，因为她想一直和你有说有笑聊着，甚至可以说和你有聊不完的话题。真正爱你的女人微信上不会给你发这四句话，因为她的心里装满了你，她不会做让你扎心的事情，她做什么事情都会考虑你的感受，因为你特别重要，她特别在乎你。